涉案人王楠，89年4，持两桶汽油及打火机至现场欲纵火，即遭保全制止，幸未引发火警及人员伤亡。啊，原警到场后，迅速将王贤逮捕。现场查获10公升、汽油桶2口、打火机2个、黑色背包1个等证物。啊，本案犯罪动机仍在调查厘清中。全案讯后，将王贤依法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。